喜欢 roguelike 的玩家就归来。在上周除了有死亡细胞的 DLC 之外，这一款名叫 Scourgebringer 的新作也不容错过哦。本作是一款快节奏的 roguelike 游戏，玩家将扮演一组仅存的勇士，前往探索迷宫的秘密。游戏操作相当简单易懂，勇士的行动有攻击、跳跃、冲刺，可以打断敌人准备动作的重击，以及远距离攻击敌人的射击。玩家必须利用这五种操作，想办法通过一道道的关卡。虽然操作简单，游戏的难度却相当高，因为冲刺时并没有无敌效果，所以玩家除了必须回避敌人的攻击之外，还得要小心闪躲地上的陷阱。另外，在探索的过程中，你也有机会遇到鲜血祭坛，赋予你三选一的被动能力，或是遇到血晶商人，卖给你更强的装备和道具。这些额外的选项可是会大幅左右你能否过关哦。在不幸殒命之后，可以回到鸣钟树下重新准备。透过消耗你在战场上累积的资源，可以在这解锁一系列的被动天赋。透过反复的死亡和挑战，你就能够变得越来越强。虽然游戏目前还在早期体验中，但能够游玩的部分已经相当丰富，相信游戏正式推出时一定也不会让玩家失望的哦。